你找我啊？哟，嗨，义哉兄，你来是怎么不告诉我呀？德贤说你找我，我急急忙忙就过来了。被撵着腿吗？我以为用白话文写小说是普及白话文最好的形式，而恰恰你们没有这方面的作品。无妨，你苦苦地追求永恒，生活却颠簸无常。孙，这啥回事？孙，你们为什么要杀我呀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却一直给误会，给伤害，给放弃，给责备。何悲何昂？何必去愁与苦？是看不到前程，家事国事都一样。你才兄，你变成这样，你还是我认识的那个替冲牛斗的种树人吗？把自己圈在那个字画的小楼里，你这不是笑成是什么？给我叫唤！那玉才兄，你住在这儿不压抑吗？压抑，又气着我这一间不输书屋呢。一身外身做银亮色的梦，一身外身做梦中梦。他心里做的第二件事情，就是为北大设计校徽。校徽，我认为在当下中国，看问题最尖锐、最深刻的，你周树人是一个。我相信你为北大设计的校徽，北大的学子会世世代代的佩戴下去，永不褪色。谁明白你细心隐藏的悲哀？谁了解你？褪色脸上的年华，你天衣无缝的潇洒，心底的害怕慢慢渗出了苍白。你不是不信任你了，新青年父母生在了，他不在，我以为我们之中没有人可以替代他。你傻傻的追求完美，周树人却一直给误会，给伤害，给放弃，给责备。假如啊有这么一间铁屋子，绝无窗户，只是万难破，里边有许多熟睡的人，不久就要被闷死。然而从昏睡入去，他们全然不知道就要死的悲哀。现在你大声一声清醒，这几个较为清醒，但是这不幸的少数者要去承受这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，你倒以为你对得起他们？如果我嚷几声能叫醒了几个人，你就绝不能说他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。从来就认为你是中国思想最深刻的小说家，新文化的大旗得你来扛，鲁迅才是真正的旗手。